没。哎，大哥，说个事儿，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知道。就你这个优化流程还没走完，陶总那铁哥们贾宽，这就迫不及待的来咱们部门报道，装的跟真的是。这。 这不就是走后门吗？把咱们都挤兑走了，好给他哥们腾地儿。大哥呀，我就是怕你走的晚了，这才跟你说一嘴。我是真的觉得你走的冤的。宽哥，陶总找你有事儿。干什么呀？刘总监。我去。哎，别着急，我看你走了之后啊，估计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我知道了啊。 喂，是我，啊，我愿意呀，只要让他不好过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对，好。这事儿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？ 简爱不让我跟你说呀，他不让说你就不说，你还真听话，啊？不是这事儿你老婆怎么想的呢？办的多少有点没事儿找事儿吧？那可能我老婆觉着人俩关系好，让简爱去办，她放心呗。他们俩关系好，还用你跟我说？我是问你为什么你不跟我说？那我老婆她不让跟你说呀。你老婆为什么不让说？ 那还不是因为行政部呗？你也要收行政部，他也要收行政部，这不利益冲突了吗？哦，你老婆不让你说，你不说；简爱不让你说，你也不说。可是宽儿，那到底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都分不清楚，你还知道你做什么工作的吗？ 那这事儿他压根儿就跟我没关系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先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。出去。我刚才是不是把我老婆说行政部的事儿跟你说了？没有，你什么都没说。 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我说，不让我说，我不是出卖我老婆了吗？而且出卖的很彻底。出去！哎呀，我这张破嘴呀！请进。简爱姐，您都到了。您都收拾过了。保洁人员刚走，消杀已经做好了。东西还真是齐全。 可以的，简爱姐，你工作真是认真，一点死角都没有。陶总卧室的床品有了吗？他想尽快搬进来。床品是全新的，我已经铺好了。哦，这个沙发是全新的，他之前看中的，他就喜欢这种做旧款。哦。 还有什么需要搬进来的吗？你看看还需要什么？哦，我把他家里之前顺手用的东西都已经带过来摆好了。是吗？没关系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来，小心点啊，太沉了，你就摆在里边那个卧室就行了，在这边。好的。 好的，哎，没事吧您？哎，没事，你先搬。好。小心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缓缓就好，没关系的。那凳子摆在里面就好了。哎，您坐下。我还是送您去医院吧。 看完了没？行了，别看了，你怎么那么慢呀？行了，别看了，看完上火。哎呀，大家都清晰了吧？我是一夜没睡啊，太过分了啊！那我们相互之间这个补偿方案差的也太多了吧？公平吗？这太不公平了。就是噻，做啥子嘛？ 哎，一样的职位，一样的工龄，补偿居然差那么多，他是不是觉得咱们好欺负啊？这大哥，这东西不是绝密的吗？您是怎么拿出来的？哎，这个不要问，知道的越多，对你们越不好啊。再说了，达哥是你们白叫的，我肯定有我的渠道，但是我后面就一个要求，只要大家听我的安排，我保证大家能够得到最好的补偿。 行不行？行啊，行，那太行了！有达哥这句话，那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，是吧？怎么样，大夫？还好，我都没什么事儿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幸好骨头没事儿。谢谢。没事儿。我受伤的事儿就不要再扩散了，尤其是涛总，本来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如果他知道了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 哦，好，挺好，完全符合我的要求。没法人啊，有意见就提。他就是从家里搬来了不少东西。哟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呢，还是不值得高兴的事儿啊？你觉得呢？不好说，也说不好。您说呢？ 油嘴滑舌。行，挺好。改天把刘映霞一块叫来，暖个房吧。那必须的呀！我再找雅慧，让把一鸣也叫上。亲兄弟哪有隔夜仇啊？我这么安排，您还满意吗？嗯。还有。 必须邀请的，你是不是也邀请一下？懂事儿，老婆教育的好，德行啊！哎，陶总，快点，哎，辛苦了，江儿啊！嗯，秦爱呢？回去了？啊，啊，对了，陶总，一会儿物业那边会给你重申密码。好，你们都辛苦，今天晚上请你们俩吃大餐。 太好了，就等这对儿。哎，小佳，把买东西的发票都给我，以后这些事儿都由我来办。哦，好。这个，好。这怎么还有医院呢呀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儿。什么医院？我看看。你看，骨科诊疗费。 怎么还去骨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曹总，今天搬东西的时候，简爱姐不小心崴了脚。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医生说了，骨头没伤着，休息几天就行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彤彤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。简爱姐她不让我跟您说。她崴了，怪你什么呀？再说她不让你跟我说，你就不说呀？行了，不说了，先吃饭，吃饭，走。先吃饭。 哎，把灯关了啊！嗯。哎，这声，我出门了。他那个严不严重啊？没事，拍片子了，骨头没事。哎呀，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？ 我让简爱去，我也没让她搬东西啊，怎么能让女孩搬东西呢？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个是，要不我找他们反映一下去？你找他们有什么用啊？明天我找他们主管去。你说现在这行政部啊，确实是不靠谱，是该彻底好好整顿一下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打算怎么收拾他们呀？我怎么收拾他们能告诉你吗？你管的有点多呀，啊？ 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优化进入中级阶段，你别给我惹事儿啊！哎，那不能够，我这不到新岗位了吗？都打算奋发图强，重新做人了。我这每天24小时啊，除了12个小时想你，剩下那12个小时都想工作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工作，绝对不给你个小摊丢人。你一天天的，你就嘴上好使，赶紧睡觉，明天还上班呢。哎，打完这班马上睡。 明天我有点事儿，所有的行程全部取消。好的，陶总。喂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没打错，就找你。找我干嘛？要给我道歉啊？ 让你给我道歉，有病吧？你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你道歉，你本来就应该跟我道歉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计较。不过呢，你得弥补一下你的过错。哎，别废话了，有事赶紧说事儿吧。你之前说认识一个特别好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老大夫是吧？啊，怎么了？ 他人在哪儿？人在保定。保定？嗯。那能不能辛苦你，把这位老大夫请到北京来治个病？大哥，你疯了！什么点儿了？大晚上我把老大夫从保定接过来，你是我爹呢？行，那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告诉我总行了吧？不是，什么事儿？谁啊？你甭管。 告诉我就行了。你刘总，刘总，出事了！能有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对不起。去把112部门所有人叫到办公室来。好。谁呀？换鞋。换什么鞋啊？ 陶总是对新公寓不满意吗？还特地追到家里来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，你怎么还吃上泡面了？吃泡面怎么了？接下来是要开始给我送饭了吗？用不着，我会叫外卖。我不给你送饭，我我给你请了位名医来给你。哎，孙大夫，孙大夫，您怎么不进去啊？换鞋吗？不用换，不用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。 真不换鞋，真不用换。你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您先坐。这是谁啊？著名的神医孙大夫。啊，孙大夫好。我一般不出来看病，要不是这位先生这么执着，上我家接我去，我才不出来呢。您辛苦，您辛苦，你先坐。 啊，这一大早上折腾的呀，饭都没吃，有啥吃的没有啊？有，这我面刚拌好，要不然您吃一口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咋吃啊？那你们年轻人吃这玩意儿，我不习惯。那这样，你想吃什么？您跟我说，我现给您做。你就做啥不也是这玩意儿吗？哎呀，这一大早上忙了忙慌的。 亏了我老伴儿，搁冰箱里给我拿点驴肉火烧，你给我热热。哦，好。哎，别搞微波炉啊！有烤箱没？有烤箱你烤2分钟，千万别蒸啊！一蒸就塌了，软乎了，没法吃了。好。还有，有热水没？热水有啊。 这是驴杂汤，别整多了啊，整多味儿就淡了。您放心，全按您说的办。名医都这样。这样，孙大夫，我给您热，您先给看看，先给看看。哎，片子照了没？你们保密工作是怎么做的？ 搞什么呢？你们抗议信都发到我邮箱里了，不光是我有，安迪总邮箱也有，公司各个部门主管全都有。啊，老板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。 我正在解决，请您相信我。好。把人事部所有人手里关于补偿方案的文件全部交给陈小小，任何人都没备份。是。出去。 我让你出去了吗？对不起，刘总，你过来，马上联系 IT 部门，把 HR 部门所有人的邮箱、邮件给我筛查一遍。是，还有，顺便去查一下，有没有人在暗中拦截我们 HR 部门内部邮件往来。好，去呀！是看着我干嘛呀？ 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？这种事儿很棘手，也很难处理，这确实是个能让刘总监离开的理由。你觉得这是我安排的吗 ？No， 我既然同意让他留下，就不会出尔反尔。也可能是郝总的安排，毕竟赶走刘英霞也是演计划中的一环。未必是他。 他不是一个会耍阴招的人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想要行政部，刘英霞也想要，竞争关系导致了他用一个非常规的手段，也合理。Maybe， 也许吧。需要总裁般介入吗？不用管。既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当做一次压力测试。对六总监还是对简爱？怎么了，孙大夫？人医院医生说骨头没事啊。我说骨头有事了。 把脚上那个东西都摘了，让我看看脚。回来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啊。来，放下吧。 没事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能往那边拧。哎呀，你缓缓让我。哎呀，不行，就您一往那边掰，我就特别疼。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那都傻大夫啊！我年轻的那时候，给马治病。 都没那么简单过。马，这兽医啊，你是？不光是马，驴、骡子，我啥都治过。那会儿条件不行啊，十里八乡的就我这么一个大夫。你赶上人生孩子、猪下小崽儿啊，你都得管。还会接生呢，看来孙大夫。那个时候条件不好，那你有啥办法呀？你既然是个医生。嗯。 你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，你别管他是人呢还是动物啊，找你来了那都是条命啊！对，听见没？这就是医者仁心啊！怎么样，骨头没事啊？估计就是筋拧了。你把我那药箱打开，里边有膏药，你给我拿出来。这个啊。 伤筋动骨100天，一会儿把这膏药贴上。不是说1个月能好，但绝对让你去除病根。哎，孙大夫太感谢您了。其实你的问题啊，不在脚上，你是不是经常腿酸、脚疼？时间走长了，膝盖也疼，有的时候还响。嗯，气血不足啊，让我搭个脉。 你放这儿。平时是不是脾气挺大呀？啊，你是不是一见着你爱人，你就想撒气啊，就想放火啊？现在吧，这个阴盛阳衰，这是普遍现象。 是，你现在这女同志呢，越来越强盛，这是好事儿，但你也不能老公回来你就冲他发脾气啊。你这一生气，时间长了，这肝火就越积越旺。孙大夫，您可真是神医，看得太准了。这爷们儿多好啊，哪儿找去？其实来的路上，我听他一说，我就感觉这脚没啥事儿。 一大老远的，大晚上的，开车去上俺家去接我去，又连轴再开回来，上哪儿找这老公去？行，谢谢孙大夫，知足了，知足者常乐。行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出诊费不便宜吧？那指定不便宜。我一般不出门，我从来不出门给人看病。就是你老公呢，太执着了，来吧。 不是那啥，出诊费的事儿没跟你老婆商量好吧？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呢吗？不是，这可都是我老婆定的，你别回去，你让我跟我老婆没法交代啊。这不会那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一分不会少，只会多不会少。回头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再调理调理这肝火。行，没啥事儿就好。对不起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霞姐。什么？ 行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不是你马上去哪儿啊？公司出事儿了，一部分补偿协议泄露了，好多人私下做了对比，他处理不了这事儿，我过去。不是，那你去能干嘛呀？他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，我去了，起码他心里能踏实点儿。你去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所以哪儿你也不能去。我大买卖呀，十分八分还耽误不了啊。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。 你这还有啥不舒服的？你都跟我说明白了，啊？有啥要求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要求，你这膏药贴完了你再走啊？好。还有啊，这次我这膏药呢，我带来的也不多，等回去呢我做好了，我给你邮寄过来。哎，到付啊。好。其实还有最重要的，我这出诊费谁结呀？ 哎，江南，你拿着这个。哦。哎，我帮你。哎，你太浮夸了吧！我又不是不能走。干嘛怕人看见？怕人看见你把脸挡起来。哎哎哎！初步来看，应该不是我们部门内部泄密，而是那些拿到补偿的优化人员违反了保密协议，私底下各自对比了自己的补偿协议。你说这会不会只是一件单纯的职场事件呢？因为我认为混迹职场这么久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事儿呢，肯定是有挑头的人，咱得赶紧查出来。如果真有挑头的这个人， 一定是在员工中人缘比较好的，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是让自己身败名裂，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咱们呀，先别分析这事儿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做补偿方案。那些闹得凶的人要着重安抚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行。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优化的最后阶段，所有的补偿方案和引导机制都是本次优化的根本。 如果我们重做的话，会引起更大的风波，而且也会让 HR 的执行力大打折扣。我们之前所有一切的努力和所做都白费了。还有，你也危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匿名邮件已经写到安迪那儿了，如果我们再耽搁的话，不定闹成什么样呢？别着急，危机有的时候就是转机。我们正好可以借此事件向所有的部门 表明我们人事部的态度。你的意思是，绝不退让？不退让，一步都不退。不仅这个补偿方案要继续执行下去，我们还要向那些违反保密协议的人追究责任。但是，你不觉得这样太激进了吗？万一要是失败了，那我……你之前不是说要留在 VG？ 你怀疑是我呀？头儿，打住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那你知道还不伸一把援手？你想眼睁睁的看着你兄弟跟兄弟媳妇水深火热是吗？没那么严重，以刘映霞的能力，没问题的。别呀！ 他这刚当上总监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一个人扛不了这么大的事儿。这不还有简爱呢吗？他们俩一起没问题的，这问题很容易解决。回去踏踏实实等着吧。错了行了吗？我错了好不好啊？我知道我老婆之前平时里没少得罪你，她也想要这行政部，还让简爱受了委屈，让她伤了脚。 但你不看僧面，得看佛面，是不是？都是一家人，你说你不帮忙，谁帮忙？方法的决定能力，具体方法形成、创新、运用、发展，从哲学的角度。哎呀，你别看书了，我跟这儿求你帮忙呢。求我帮忙，知道说好听的了。早干嘛去了？我难呀。 你说这一边是兄弟，一边是老婆，我夹在你们俩人中间，我都快成夹心饼干了。我，那就别让自己为难，回家踏踏实实歇。哎，别，头儿，只要你这次答应帮我老婆，我是生是运营部的人，死是运营部的死人，我再也不在你们俩人中间左右摇摆、明哲保身了，我就闭着眼睛一路跟着你走到底，行不行？ 啊！我求！酸，哦，酸吗？酸，那我给你揉一揉，啊！哎呀，行了啊！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，我想想办法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您老继续看书。 我老婆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！走了。别忘了啊。这事压下去的可能性很小，你想啊，小薛啊，你们公关部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什么消息啊？您指的什么事儿啊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？HR 那边的事儿啊。这事儿啊，平常咱们八卦一下就算了。 现在这形势太严峻了啊，别打听了。反正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做预案了。就目前来看，闹大的可能性很大，就看 HR 那边能不能压下去。从上午忙到现在了，一点反馈都没有。这事如果压不下去 ，HR 整个部门都得跟着遭殃，这么严重呢？ 赵总，组建新部门的提案已经完成了，您看一下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发给总裁办了。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这个提案一旦启动的话，那危机在中国的本土化改革就等于公诸于全世界了，这很有可能会引发全球产业格局的动荡了。被你说的我好像是南太平洋那只蝴蝶似的。 那当然，这才像你涛总做的事儿嘛，不然我干嘛死皮赖脸跟着你啊？是吗？我有这么厉害吗？啊、嗯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咱们这个提案未来将会关联全行业多少人吗？至少得有几万人吧。全行业加上上下游产业，再加两个零，这么多啊！ 想想就挺激动的。行了，这事儿先放一放吧。放一放？为什么？您不是一直都说快打慢慢打迟吗？怎么这会儿您不着急了？说说 HR 吧，你觉得 HR 这次的事儿只是一个意外吗？依我的判断，这次大概率是一次偶发事件，目前没发现和这份计划有什么直接的关联。我们现在啊，就像是站在桥头看风景。 我们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，有长进啊！事出反常必有蹊跷。在我们正式提案之前，请大家把手机都交出来，关一下门。你干嘛呢？啊，以前没拄过拐，我想练一练。我还担心你这种情况又去参加部门会议了。那个会议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有更重要的事。什么事儿？等你。等我？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？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不是个偶发事件，跟 HR 没有任何关系，基本上是冲着你来的。 那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呢？你来向我求救啊！求救？可是现在林永霞已经在带着人做方案了，我可以等方案出来。如果这件事只是闹到这里，那妥协策略也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方式。但是我个人对妥协没有任何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救你。救我？我需要你救吗？ 你这不是来了吗？我是来看看你，看看你的伤势。行，那你先看见了，可以走了。恢复的不错。这件事情，你认为只是这样了吗？简小姐有何高见？一切反常皆有妖。英雄所见略同。请坐。 谢谢。这把火烧得太奇怪了。如果事态继续这么扩大下去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公共事件，接下来也势必会影响本土化改革。你说的有点太保守了。 本土化改革是建立在本土社会和市场的接受度上，而这件事一向社会观感不太好，一旦成了过街老鼠，还谈什么改革？可是妥协策略也不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起码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影响。有错就认，但没有的错绝不能承认。你说的对，但如果硬刚，结果很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。也许。 但更有翻盘的可能。你这么有信心吗？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很好。而我要来跟你说的是，我并不是来找你求援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对啊。于公来讲，这个幕后黑手是在挑战你的成绩；于私来讲，这分明就是挑拨你跟林永强的关系。 而以你的脾气，这是绝对不会认的。你这个人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彼此彼此。我必须让这个人知道，我不是那么好惹的。他居然让刘永霞怀疑到这件事是我干的。所以说，我是来帮你的。男人向女人服个软儿，就这么难吗？不难。下次。行。 这次给你个台阶儿，算是合作。好，那就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如果根本没有这个人，这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呢？那就说明我们两个人都看走眼了，是太丢人了。那就把它烂在肚子里。你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吗？ 可以。初步的应对方案就这样，会后陈小小整理好，马上发给大家。刘总监，涛总让我过来。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案，稍后我会去跟他汇报。 涛总只想要提出明确意义的人员名单和他们的个人优化方案。以现在的情况，我认为应该低调处理，我不想借助任何其他部门。这是运营部总监林绍涛先生下达的行政命令，已经有邮件发送到您的邮箱了，请查收。我知道了。 哦，涛总还让我带一句话给您。